敬语，那个大家都知道日语的这个敬语，嗯，非常难，对吧？嗯，有这个三档，对吧？嗯，这个谦让语，嗯，那个应该叫天天国，对吧？应该叫这个一般咱们说的 dismas， 嗯，还有下面是下面是自谦语，对吧？嗯，有三档，一二三，这个分高低。其实你在课本学的话，到最后你会学这个敬语，嗯，但是一是你不知道怎么用，嗯，第二是这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对对，然后比如说怎么用的话，你比如说有些人他会使用二重敬语这种错误的说法，嗯、对吧？啊、嗯，或者说使用一些不自然的敬语，嗯啊、甚至你比如说这个敬语的这个概念，包括其实范围更广。你比如说，可れるもらう这种东西呢，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算，对对，也算他们对敬语的一部分吧。sense 啊，然后通过这个上课的话啊，老师就会教你什么时候去用，该用什么啊，通过这些东西啊来啊，包括做练习啊，包括做一些这个情景对话，嗯啊，咱们叫 role play 对吧？嗯，那些东西之类的这个各种活动啊，他会教你这个使用敬语。也就是说，我上了大学之后，跟教授写邮件，嗯，包括跟这个老师和教授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敬语就会派上很大的用场啊，包括现在打工的话，你打工的话，你要跟这个那个上司，对对对，你要跟他说敬语，包括写邮件也是。你现在的话，从这个学校出来之后，我觉得我也不用太多去在意这个敬语的问题，因为我现在也就能熟练使用。我觉得这个是上课对我来说一个最大的一点。对，我觉得你应该也有这样的感觉。对，就是敬语这一方面，那个，因为我就是在大学里面副专攻是日语教育学嘛。对，上进了大学之后，就是你就要跟日本人一起再研究一遍，就是日语是啊，日语里面敬语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说你就是那一个 sense 啊，这个就是说那个老师他上课一上课就跟我们讲说，就是敬语分三种，就是你刚才讲的三种，对吧？但是就是他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表示对别人的尊敬和感谢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用看起来不是敬语的，就是あげる、もらう、くれる，就是这样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敬语敬意。然后那个就是同时那个很多时候一些敬语可能你看到教科书里面是这样子写，就是说这个的那个叮咛语是什么，谦让语是什么，对对对，对，他就写在这里了，然后他也是对的，但是就是实际用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用。对，就是他有的时候分两种，就比如说那个一颗的敬语，就是谦让语有那个うかがう和まいる嘛，对吧？就是它分别要在什么时候用？很少有人能真的把它讲清楚，但是就是在千头古里，老师就会非常就是那个到非常细节的都告诉我们，就是到底这一个应该怎么用，那一个应该怎么用。这个是挺还有专门的就是敬语课，就跟我们讲说，就是这一个敬语，那一个是怎么用。然后这个敬语虽然可能是二重敬语，但是日本人现在都在用。对的，对，语法是错的，但是呢，现在日本人都这么用，所以说它是对的。所以说就是学这个敬语，老师不光会在碰到敬语的时候会用，对吧？然后这个千头古的这个课里面，它也有必修的，对吧？就相当于是我们必须要上课，然后呢上两节，然后呢再三节是根据你的水平你可以选几个。对，当时我也选了敬语，当时学的时候是比较痛苦了，对吧？那敬语那个东西确实是我们作为中文来讲的话，没有这么一套体系，一套这个动词的这种体系。如果严格来讲，就是一套动词体系，当然名词是有，对吧？动词这一套像日本这种完全的一套体系，这个是很少用的，或者说缺失的。所以说我们当时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是比较痛苦的，但是那个时候学的话，你如果能上敬语课的话，我觉得到后面帮助还是很大。这个是我想到的一点敬语。你还有什么？就是我非常感激的一点是，那一个到了千头谷之后，就是因为有日本老师在你面前，而且不仅是日本老师，还是非常愿意帮助你的日本老师在面前，所以那个我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难关，就是口音问题啊。口音，对，口音问题就是
那个大家也知道，在日语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那个方言嘛，就比如说就是关东地区的叫做那个 Q 字锅，对吧？就那个就是以关东地区为主啊，就是形成一个那个 NHK 制定的 Q 字锅，然后还有关西地区的那个就是康塞边，对，就是我当时就想那个让别人觉得你日语很厉害。就是最重要的是哪一点呢？就是当然语法也很重要，单词也很重要，就是但是那个这些都掌握了之后，你让别人怎么觉得哇，这个外国人讲日语讲得真好，就是其中一点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你要掌握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有成体系的口音。对，我当时就是那个因为看日剧，然后看那个日本的新闻节目比较多嘛，就是我就问老师说，就是如果那个我开始讲话的时候就是不是关东口音的话，你就纠正我。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就是读课文的时候，我就读就是何々を選んで，就是选把什么什么选一下，对，选择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当时我们的那个老师就是说不对，是哪里哪里有 Elan 的啊？对，这个是我们在电视当中比较关东地区的这个对，说错的这个广东语是比较对会说的。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就是没想到有这么多我都不知道的规矩。对，但是现在那个当你跟日本同学交流的时候，就是他甚至那个不听完你的自我介绍。就是或者他听完你的自我介绍之后还以为就是你可能是日中混血，日中混血之类的然后他就是你那个时候就再去跟他解释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惊讶，哇，很惊讶。